刚发生了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我刚经过两位少女，他们坐在这里聊天，然后突然有一位女生的可乐掉在地上，然后就跟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，就那可乐就喷射，然后溅了我一身。虽然就是比较窘迫，但是很开心，奇遇 ，you know， 真的是奇遇。可遇不可求的那种镜头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拍电影要拍100遍才能遇到这一条。我可爱的小桃心废了。Does that matter？Thank you.